张，喵哈的吧？名牌喵哈的吧？深怪砖哦，那是我吸到的吗？啊、我不知道哎、欸，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因为我刚一直在努力的攻略它，然后箱子被苦力怕炸到，我就只是冲进去吸一下。这边前期这也很猛哎、欸，这边就两个人都一开始同时找到，可恶，一人一个，可恶，差一点。哎、欸，所以你们是查什么？你们在准备做什么？骨头吧，我是要下去找骨头，然后他其实找钻石。哦啊，就分开进行。哎、欸，老何知道怎么回来吗？不知道。那个有一条划线的那个，你按 T 的对话框那边。那滑鼠点有个白色底线的，它写 checklist line to return to the lobby 就可以啦。我、哦、回来了，太快了。这个话是直接把它扔出来，没错。对 ，Q 出去就好了 ，Q 出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刚刚是在激战，所以来不及 Q。好，快、啊，回来回来回来，换新地图，换新地图了，换新地圖。哎、欸，哇，动力结果、欸，我觉得这个地图有谁？有谁没有放回来？好好，谁？好几颗哦，绿色好像是大多数哎、欸，我有放回去、喔、放哦，绿队的，因为我这个点没放，绿队的还敢讲？好了好了好了，放回去了放回去了。完了完了。好，我们全部人先选哪一队啊？我们全部人都先选、啊、先选黄队好了，黄队选黄队，看到有人切黄就先切黄，切黄对，切黄好切黃，那我们换杰克这边开始抽，杰克抽过来，绿的，哦绿的，哦换狼儿绿的，怎么都被我吸走啊，我。那你等一下就负责回收了，我待会就负责回收了。少来个绿的啊，换我了吗？哎、欸，换你了。再来个绿的，哎呦，红的。再来个绿的，我在这里回收。红的，哎、再来个绿的。谁？这是谁啊？阿七，谁？小雨。阿七。小雨抽了吗？哦，绿的，剩下是红的，剩下都是红的。红的，来吧。等一下，你讲，让我放回去，让我放回去，好好好，放回去。等你们放回去，你们，我看一下，我来确认一下。有了，有了，有了。所以繁星是要点红色吗？红色，还是他？你想要自己特立为王？哎哎哎，自立为王。那我们绿都是统一绿色下去，我们就一样在一场都不要独占好了。好，再熟悉一下。好，好，那就这样子啦。耶，不用动，不用动。啊，拜拜，拜拜。嗯，哎呦，太扯了 ！It's me, Mario。我们在海上啊，不用玩了，不用玩了，不用玩了。我跟你讲，完全没看到陆地啊！哇塞，我们的陆地超少的，旁边是西瓜岛，还有雪岛跟沙岛。讲西瓜岛，西瓜不是丛林吗？我们会有一边是丛林，然后一边是雪地，然后一边是沙漠。然后我们在海的正中央，光游到这三个点都非常的远，哦、还好啦，不很远啊，还好，很可以，还行啊，还行啊，打莫狼喽，打莫狼喽，这么快吗？没有啦，还没开始啊，哦，吓死我了，刚刚只是在偷打队友而已，所以这样的话，那我去西瓜岛哦，啊，我还没看我们今天有什么哎、欸。我可以去西瓜岛用玻璃瓶跟西瓜。好，这墨鱼快死掉了。哎、欸，对，这样子有人可以去沙漠打那个吗？相思木苗。沙漠没有相思木苗，打到木兰。那那是什么？马上就拿到了。我沙漠在哪里啊？沙漠不会有相思木啊？它是不是那什么、啊？沙漠周围才会有。哦。高原地形吧，超远的啦，白痴啊！我看到仙人掌了，不过它有点远。有，它在沙漠那边好像有。我 Q 一下、哦。好、嗯。我是不是应该坐艘船再过去啊？不然我过去又回来，好像有点难。嗯。可是我有一般剪刀金苹果哦，所以如果我也可以种一下那个小麦吗？对，因为这里有巧克力豆啊。其实下面那一排蛮简单的、欸，对啊，最下面那一排要剪刀，对，下面那一排不错。可是我很想要先拿一下西瓜，
你可以拿。嘿，寻找西瓜，西瓜，呱呱，呱呱，呱呱，听到请回答，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真的？呱呱！哎呀，有了！奇怪，怎么都找不到我们的好朋友啊？什么事？哎、出到按钮了！是楼上在钻墙壁吗？我记得我刚刚好像那一场有，哎、欸，有牛哎、欸嗯，我们有需要牛吗？没有。皮革类的、嗯、没有。没有。哇，今天牛毫无用处、哦。哎，这一座西瓜岛没有西瓜、啊，然后它直接连接了一般的那个地形，一般的土地。你还好？很多生物哎，猪跟那是羊吗？这里那是小兔子。哇，没有西瓜，好吧，先。嗯，我们做了什么？病嗯，对，我要带个斧头走，挖铁路，我去挖矿了。好，拜拜。哎，有人挖沙吗？我还没用、嗯，我去找仙人掌，等我一下。看一下附近有石头、卵石。嗯，没事。好。在急我，不亲。我拿到仙人掌了，然后我看到有相思木了。哦、哇，六六六！所以我们就弄个铁去剪剪刀跟。剪剪刀。剪剪刀，把剪刀给剪下来，好痛啊、哦！剪剪刀。咻！他们那些是什么？不知道。那觉得有点微卡啊？真的假的？还好、欸，挖矿的时候，我是没有。那这样说不定真的没有办法。挖掉会卡一下。啊，是的。嗯。我更新了告示牌。哦。嗯。都没有铁、啊。繁星，你要烧玻璃吗？我没有啊。我好，我来烧。你要烧吗？好，正在烧。好。天哪！那我就要去打相思木了。你仙人掌绿布先烧啊。嗯。那我还是要做个炉子。烧一下。三、四、欸。烧铁，好，这样，然后烧个，等一下，这样，嗯，换石膏，好，玻璃瓶，打火石，好，我丢了，仙人掌绿，啊哦。嗯嗯，矿车相思，你要不要先去捡个蕨类啊？对，插捡蕨类。嗯，剪刀啊？有吗？树，我这边是有蕨类，但是没有铁。我在烧铁、啊。我有铁，看到一个洞窟来闯闯。那你继续挖，你凑满五个吧。可以召唤神龙，蕨类弄好了，不是啊，插蕨类而已。好，真的插蕨类了。对啊，对真的插蕨类啊。努力找铁中。啊，蕨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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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没有来啊，没有来啊。蕨类哦，我们插你啊，听起来怪怪的。蕨类啦，在跑，在跑，他们也是吗？不是，好。啊！没有，没有，耶！啊！剪刀刚做出来啊！剪刀啦！哎、欸，我的铁刚刚好、欸，哎，
就是矿车，然后打火石加剪刀。哇，下面全部都是你做的啊！不愧是冰果女王，同一个。哎、欸，冰果女王，哎、欸，真的都他做的、欸。你是冰果女王了，真的都是他哦。真的都是他、哦、做了三颗、啊，我从头到尾只是去丛林找西瓜而已。太扯了，我只烧了一个仙人掌绿而已，刚好挖到一坨铁，刚刚好。好扯、哦，真的扯，哇，八个铁，哇，好扯，太猛了，太猛了。来，我们重整，是不是要开始要记录战绩啦？哎呦，现在小雨是二哦。哇哇，你压力好大，压力很大哦。跟小雨同队的都二哦，二哦，跟小雨同队都要拼一点哦。我要三一点了。来黄，大家都先来黄队，然后我先去开一个 lock out， 就是独占，独占模式，好，独占模式，简单来讲就是。谁先做走那个东西，其他人就稳在那格啦。嘿，所以现在要吃手速了。好，可以。来吧，那再从音乐开始抽。好，抽绿色，绿色，红色，阿基尼。嗯呢、啊，你一定又在自肥，对不对？红色，没有。绿色，要哈。绿色，换我，绿的，剩下都红的，对，剩下都红的，来吧。然而，红色，哎、欸，我是什么绿的吗？绿的耶， yeah， 我跟冰果女王同一队。啊，绿的要下去，哇，啊、完了，啊、哇，绿的要下去，啊，绿的要下去，不、啊、想动了。哎、而且我们是不是同队三次啦、啊？对，然后还没有赢过。对，狼二好像也是。对，狼二也是。欸、对耶，就换了一个人而已。到底是杰瑞代赛呢？杰克代赛呢？还是还是狼二呢？我觉得我有点代赛吧，代赛的还是我代赛呢？哎、欸，如果你们赢，就是我最屌了、欸。哎、欸，敲墨鱼，敲墨鱼，下去打下去。没有墨囊啊，没有墨囊要有有有有啦有啦有啦！你们在哪？白快，真的很快、欸，你们上一场真的不是那时候在玩，然后才知道有墨囊，然后一抽到卷那个一传回原本的地方之后，就刚好洗到。打不死啊，这个墨鱼。可以啊，回二十下。好那么惨哦、喔哎。有啊，他二十滴血呢。好惨哦、喔。感觉还是拿个武器。你们打。比较实在。我退。然后有没有碎石？我找看有没有碎石。好，碎石墨囊。有了。我更新。他们拿了什么？一样吧。欸、糖。他们拿了糖。哦，对，甘蔗。哎呦，哇！我去找碎石哪里碎石？有啊，甘蔗啊。然而打甘蔗。没有糖，糖被做走了、啊。他是锁定模式。哦、对哈。玻璃，赶快。玻璃。哇，他们做什么？素描吧。碎石，哇！哇，尴尬。真的尴尬。橡木素描，来吧，素描给我，拜托给我素描，有了。快，熔炉，我去找高山，等下找高山地形。好，拼上面那一整条。可是铁要很多。嗯，绿宝石也不容易挖。对。隆隆，不是烧这个，他们做什么？做什么东西？瓶子啊，好吧，太晚了，拼手速的东西。
等我一下、哦、好 OK 我放出船我又不见了这样我拼哪一个啊那你拼上面那一条啊我拼上面那条上面找铁只是绿宝石就要想办法看找看有没有村庄好了、嗯、村庄比较快换的、嗯、换个那我就直接拼找村庄啊好的好感谢这里有丛林地形嗯丛林地形的话好